让倩倩哦？为什么我的声音那么凉了？好，欢迎各位来到这个泸州相城聊吧，是这样吗？声音好大。对。其实我现在还在试音呢。这样声音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啊。因为本身我们这个乐团每个体重比较横向发展一点，所以我们这一团的主唱是斜着唱，不介意的啊。没有，可以的话就拍手嘛。这被动的你们这个缺人在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再这样吧。如果你们觉得很难听的话，请不要看电视，拜托。好，为大家带来，今天都是我们的歌曲，为大家带来你们很久没看到的，在都市里面月亮的如意，拍手。